有一天我请你吃。哦，等你这句话哎，很久。我只是代班的。老肖日料店排到明年3月，收求救私讯，求捐善款。3、2、1，发射！老肖金现身自家饮料店，搭配新歌《撒哈星球》，打造太空舱装潢。是我去台南吃，我觉得是非常好吃的吐司，真的很好吃，所以我就很希望台北的朋友可以吃到。那你自己算是新建迷吗？新建迷。你说就是太像十八就太不会啊。我是就是我认了一个我可以吃一辈子，然后我会拜托不要消失那种。我从小学就在吃的东西到现在都还在吃。你现在去吃饭的时候，会有一些老店可能经营不善，会跟我稍微暗示一下。怎么暗示这样？最近压力很大，店家没有了，但是陌生人还蛮多，常常会有讯息。你是说老肖跟你就是给你借500块这样之类？哇靠，500块，500块，要回彰化，直接送他。大部分都是说自己加盟很困难，快过不去。但你真的有帮忙吗？有一些我真的如果觉得。有打动我，我就转眼通知。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问题？对，你要喜欢吃什么就开什么店呢？就是喜欢吃日本料理就开日本料理店，然后喜欢喝手摇饮就开手摇饮店。你接下来还有象准哪一个梦想？未来想插旗哪里？可以讲吗？可以讲吗？我不敢，不敢，我怎么敢？为什么不敢卖火锅？我来讲一下，我们来了，外面雨很大哎。不是，我从来没有在想我真的音乐以外的副业，我没有努力在想这件事情，这些都是很幸运，很幸运，很幸运。我非常努力，我既然要做的时候，我都非常，我有很好的团队一直扶持着我，都让我不用担心太多事情，所以。有一天我请你吃。哦，等你这句话哎，很久。我只是代班的。有一天，你是说有一天吗？就看你会真。哎，在聊天呐。讲的是我智商。